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天呢，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专为明若肌开发的一个保养品牌，叫做 Free Plus 的开箱以及试用心得。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喽。Free Plus 呢是 Canable 旗下的一个开价医美保养品牌，然后它专门就是为明若肌肌肤而设计的一些产品。它里面呢、就不会添加有 paraben 防腐剂、香精、色素、矿物油，然后它所有的产品呢都会经过明若肌的测试。它还主打呢就是添加了6种和汉植物精华在里面，所以它的保湿力呢也相当的优秀。那这一次要开箱的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是 Free Plus 跟 Hello Kitty 联名的梦幻礼盒，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来哈。它这个盒子呢做得非常的精致，是那种精品礼盒的硬壳。打开来之后呢，就会看到里面有3个 Free Plus 的产品跟3个 Hello Kitty 的装饰瓶盖。那它这个瓶盖就是整个拿起来的分量啊，然后还有它制作的工呢都是很细致的，所以你看着它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像水晶装饰品一样的东西。它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洗脸产品，然后一个乳液滋润型跟一个化妆水滋润型，然后总共3个搭配3个 Hello Kitty 的装饰瓶盖。那这个 Hello Kitty 的梦幻礼盒呢，它只有在屈臣氏可以独家贩售，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屈臣氏看看。那接下来呢，这些产品我都已经用了1个月了，所以呢我要来跟你们好好分享一下它的实用心得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个温和浸润皂霜，那这个呢就是早晚都可以使用的洗脸产品。那因为它是针对敏弱肌使用的，所以呢它里面就是像我之前听到的一样，它所有不容易造成皮肤刺激的成分呢它都没有添加，所以使用完之后呢皮肤不会觉得干或者是紧绷，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然后被清洁到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这个皂霜，它的泡泡是属于那种绵密型的，然后我觉得算是蛮好起泡，因为我没有用任何的起泡网，泡泡接触到脸部的时候也是一个绵绵有点像奶油的感觉，所以整个使用起来呢就是我都觉得很舒适。再来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个保湿修护化妆水滋润型，那这款化妆水呢主要是推荐给中性偏干的敏弱肌来使用的。它的主打功能就是可以渗透角质层，然后达到一个高效的保湿。那它的质地呢非常的浓稠，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不太会流动，看起来有点像是透明的水乳液的感觉。可是呢它的清爽度和吸收力是很高的，它真的可以达到很高效的保湿感，但是呢它又不会黏腻，所以它又非常的清爽，我在妆前使用也是 OK 的。敏弱肌和干肌真的可以去试用看看这个。最后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个保湿修护乳液滋润型，那款呢就跟上面的那个化妆水一样，主打就是给真的是沙漠肌那种皮肤超干的人使用的。然后呢它挤出来就是一个水乳液的感觉，那它真的拥有非常高度的滋润和保湿度，是真的很高很高的那种。当你用完之后呢你会觉得你皮肤是润润的，可能有一点点微黏，可是呢我想跟你们说这个保湿乳液真的有达到超强的保湿性。因为像现在就是晚上真的太热，一定会吹冷气，即便我只开了28度，可是呢冷气还是会带走脸上的水分。但我用了这款乳液之后呢，我原本就是吹冷气的时候隔天早上起来皮肤会看起来就是表面蛮干的，然后没有什么光泽。擦它 我虽然当下的时候呢使用它会觉得皮肤滋润度有点太高，可是我你知道它可以延续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它到隔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它可以让我的皮肤保持在很正常看起来还是有水度的感觉，完全没有皮肤干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它的保湿力呢是真的很强，而且是可以延续很长的时间，它是一个真的很厉害的乳液。像我在妆前使用它也是完全 OK 的。所以假如你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干干到爆的沙漠肌，我非常非常推荐你们去试用看看这款乳液。那这个系列呢适合推荐给皮肤真的超级超级干的人来使用，所以如果你是中性偏油
混合偏油，油肌的话呢就比较不适合这样子。那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有兴趣的人呢，一定要到屈臣氏去试用看看，因为这一整个系列只有在屈臣氏独家贩售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那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粉丝团 Instagram 微博。那如果你是旧朋友的话呢，帮我按个 like， 就这样。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